弟兄姊妹，这个主日是父亲节，其实呢牧师呢早先就已经有人为他庆祝了父亲节。话说昨天是星期四，我们有一个同工家庭会，同工预备了一个 surprise party 给牧师。在这个 surprise 里面呢，我觉得神给的 surprise 是超过人能够想象的。昨天的 party 有眼泪，有欢笑，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开心到我们晚上呢就觉得哇，咁多嘅養分實在唔好嘥咗佢，一定甘甜媽媽的味道，點都嚇將啲養分咧再散發出去，讓更多嘅弟兄姊妹，你哋都有份去吸收呢啲養分。事實上，一個爸爸對孩子嘅嗰份愛，真係我哋每一個人所需要嘅。牧师爸爸在这里我觉得很特别，你即早两个礼拜立约就将孩子奉献，是、啊、孩子呢、又在爱与信任里面回应跟随、跟着呢就过这个父亲节、一切都是神的事，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同、今次的父亲节好被尊榮啊，好有感覺，好開心啦、之前的父親節好像都不記得點過咁，就記得前日嗰、那個、最好啊，人生以來最好的係啊，人生一生以來都收穫，係咯，大家即係去。將我所講的嘢啊，去再表達出嚟，將佢 capture 我入邊佢哋所得到嘅嘢，咁亦都係我常常平時講嘅嘢啦。係，睇翻嚟又好有感覺啦。哈利路亞。咁琴日就你哋邊個 part 最感動啊？當師母媽媽講話如果牧師得到眾人所有全世界的人給你掌聲，但得不到太太的掌聲，那個是沒有悲哀的，是、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真的 是真理來的、所以當師母起來跟牧師全款稱讚稱讚自己的丈夫啦，我們的屬靈爸爸啦、我覺得很感動，還有師母說一句話，牧師是一個好兒子，是一個真兒子，所以才可以做到好爸爸、真爸爸。多謝主。係係，咁我係啊，我其實由頭到尾我都好感動，因為作為一個女兒咧，係咁去尊敬爸爸，而係每一個仔女咧都有唔同方面咧，經歷到牧師爸爸個餵養啦、嗰個鼓勵啦、嗰個嘅。在低位裏面怎樣拉回上來那種的感激都是在那個父親節這個慶祝裏面我們真的表達到出來，我作為兒女我覺得、真的我在其中我是很感動，因為、真的看到的牧師爸爸他的生命是真的最整合，即無論是一個、兒子、即女婿都是盡了他諸般的意義、諸般的力量呢，真的去尊榮他的在世的爸爸媽媽、特別在他們病患的時候呢，真的去到最一刻真的怎樣去照顧他們，真的毫無怨言的，就是呢到最後一步，那我覺得這個、是很感動，是很感動，特別是、牧師爸爸真的給我們看到他怎樣去尊榮太太，怎樣去尊榮愛護太太這個我又覺得是即是眾人的榜樣，是不是他說的東西全部都是他活到出來的，不是、一些的理論，還有、牧師怎樣去包軟弱的同工、軟弱的子女的時候呢，無論人家怎樣看他、他怎樣去批評他，怎樣去甚至是排斥他，他仍然都是
用愛用真理係活出嚟。咁我好欣賞，係啦，即係我都係一個受惠嘅一個係感動，好感動啊！真係覺得特別應該咁講，即係你過去嘅經歷咧，其實都冇嘗到呢個被爸爸包啦，被爸爸承托啦，嘅嗰種味道咯，咁所以呢個味道，我諗對好多人嚟講，其實喺我哋生命裏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鈕嚟嘅。因為我哋天父爸爸嘅愛係透過邊度去體會咧？就係透過我哋肉身上面嘅爸爸，屬靈嘅爸爸。我琴日講咗嘅，好欣賞。再講一次，我都想喺度講啦。其實就係要做一個好爸爸咧，其實係從邊度開始咧？唔係你站喺台上邊，好識講教人，甚至點樣做爸爸，而係咧原來啲仔女唔係睇你講乜嘢，佢睇你做。做到啲乜嘢？佢哋 feel 唔 feel 到從父親嚟嘅嗰份愛同埋承托？今日我哋講愛與信任，其實呢個信任喺邊度嚟嘅咧？其實佢一定係感受到爸爸嘅嗰份承托係孭得起嘅。我今朝仲有一個嘅體會喎，就係我話。老公你咧，其實承托我咧，我就會覺得平日好多屋企嘅嘢都係 ，of course 我打點啦。但係咧，如果去到一啲要一啲核突嘢啊，一啲污糟嘢啊，一啲要攞重嘢啊，其實你一定係跳出嚟嘅，等我嚟，等我嚟。其實你淨係想做呢部分。我都覺得已經係好欣賞，更加我應該咁講，喺佢對佢自己嘅肉身爸爸媽媽，爸爸係從小拋棄佢哋嘅，佢嗰份嘅饒恕，佢媽媽其實因為冇丈夫喺身邊，其實脾氣都唔好嘅，甚至後來重病添，但係你對佢。照顧到連佢最冇女啊，就係最貼心嘅嗰啲要嗰啲污糟嘅衣物啦，其實都係你清理嘅，你幫助佢，你係一個好好嘅仔啊！佢今天喺天上，我諗佢都仍然係好安慰嘅，不特止啦，我覺得。作為一個女婿，其實我深深多謝佢，因為佢點樣對我嘅爸爸媽媽。我爸爸喺病床嘅時候，好多謝你去探望佢，仲陪佢捉棋。佢根本蒙查查噶啦，已經攞你隻象。吃你隻腳，OK 噶。你就係陪佢。今日我覺得神揀你作為一個牧師爸爸咧，唔係冇原因嘅，因為你作一個好兒子。呢個就係眾人嘅榜樣。所以做一個好父親。原來是從作一個好兒子開始的。你跟大家講幾句話。當剛才老婆講到我照顧媽媽啦，照顧你爸爸啦，對我都很感動，都好想喊。即係諗翻媽媽去世。照顧媽媽的情景啦，係同媽媽清理啲污糟物嘅時候，帶佢睇醫生，
孭佢，孭佢，因為冇電梯。我住徙置區，冇電梯，要孭佢。咁而一個病人去到最後，佢水腫啊嘛，其實係唔掂得嘅，所以孭住係好痛，但係又冇辦法。咁啊，聽住阿媽一路喺度，好痛苦咁喺度叫喺度忍，咁自己又要孭住佢，但係又冇辦法，又要呢個動作又要攞不攞又做一次，每個禮拜做一次，係真係好辛苦啊！咁啊，諗翻你我爸爸啦，即係外父啦。即係佢係好康癌去世，其實好痛。嗰陣時佢我哋有一間房俾咗佢喺温哥華。後尾爸爸真係佢會吐血咧，吐到牆都係血。佢瞓喺度一咳一吐，嗰啲血就噴出嚟，牆邊都係。就我要同佢清理。去抹啦，即係都係好唔容易嘅。但係我感謝神咯，係我都唔知點解，就係覺得要去承擔，去愛佢哋啦。可能我自細屋企艱難，阿媽帶住我兩個孩子，我係細嘅。咁我就要承擔好多嘢，阿媽亦都期待我去承擔，又好愛我。咁到我一路我就咁樣去愛屋企，所以到今日都係。頭先老婆你講話，你唔中意做嗰啲嘢就唔去做啦。你中意做嗰啲嘢，你就啊，你就去做啦。我有得揀。你有得揀我啊！我都有得揀嘅，我可以揀唔做嘅，不過我揀做啫。即係我亦都諗到，好似我哋遇見交通意外嗰一剎那，其實係最大嘅考驗。嗯，我就要保護你，犧牲自己。嗯，但我覺得天父都係咁愛我哋咯。嗯，犧牲自己保護我哋。咁我做你丈夫啦，亦都做我爸爸媽媽嘅兒女嘅孩子咯。咁我都係咁樣去承擔咯。我覺得係神俾我恩典，讓我去即係咁樣去對待我嘅父母啦，對待你啦。咁我做得好開心嘅，即係冇話唔開心。我唉點解係我啊？冇怨言嘅。係你冇一啲都冇怨言被逼嘅，係啊，你係甘心樂意嘅。所以我覺得咧，我哋呢一輪咧都係講第五屆，甚至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好好女嘅差牌咧，仍然再提翻第五屆。我哋喺地上咧尊榮父母，其實就必定享受第五屆所講嘅呢一個在世長壽，並且得福。阿門，係啊，得地。嗯，呢一個今日咧，我覺得。大家都見證，你係蒙福嘅咯，你係蒙福嘅爹哋，所以你嘅後代子子孫孫，直到千代萬代都係蒙福嘅，阿媽，阿爹啊！